我用前台噶好，分享出可能是应该是七个暗夜下发新闻，然后应用，应用一块是先落可能同客家有关的消息。行政院农委会最近公告发停，台湾五十新成立的休闲农业区，其中苗栗县都有三十农业园区有上榜。苗栗县政府特别强了一下三个农业区的业者，展示特色农产。文化创意产品，希望是在为地方风带来更多的休闲效益。苗栗三台休闲农业园区，包含公馆的文艺小镇、大南的林市坪、老三面的秋山县，也被地道行政院农委会公共发帖成立休闲农业区，对苗栗传统公共产业发展作为一个强行针。对，打造苗栗成为一个国际级的农村的深度旅游的一个模范的一个。这些东西好不好？一百年前的休闲农业经验站表示，能把速度现有法定的限制，要对农山总得做实力。一下发展休闲农业区，一条限制是研究结结的。也发展的过程，农山农业的地方就做我们的营业啊。发展也农休闲农业起过后啊，也。对法律上来讲啊，就作为改变啦，就对地方上的一种的发展啊，就帮助前台。苗栗县政府农业处表示，现时全县总共规划六台农业园区，一百水营业县三十几百，不过还有其他三十园区没通过批线，仍然等时都会和组织变色，老园区不符有问题，希望针对一条问题持续铺头整合，相关单位每位本地一条协助。希望乡下将苗栗打造变作国际级的观光休闲农业园区，核心物容易到苗栗报道。